小姐，不好意思。他听不懂国语啊，那你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的英文很差。他的态度是在说中文吗？对。所以他们要点的是……不，听不懂还是听不到？我们已经跟你说，他是美国人，他的中文都听不懂。对呀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他长得很像台湾人，但是其实他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，而且他国语里一句话也听不懂。就像他说的，当然我们的外表和我们的语言有差距，可是已经第21世纪了。我们现代人就有接受外表跟身份不一样了。对啊，我现在正在说国语，国语也是我的语言。我已经在高雄住了很久了，然后我的梦想就是已经又在台湾生活。你看，我们都爱台湾，我爱台湾，所以拜托你，请接受我们所说的国语。拜托！你们决定想要吃什么了吗？对，米粉、麻婆豆腐、麻婆。大的，哦，一份麻婆豆腐，大的哦。